大家好，我是原展的朱仁胜，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推荐一款我们基于 WinOne 设计的一款新产品，它采用语音跟踪技术 AI 的识别，面部固定跟踪方式，我们的全新 VB342 加，那这款产品主要应用于企业视频协作，可以与 Zoom、Skype for Business 和 Webex 的视频会议软件完全兼容，可以给用户带来完美体验的视频会议应用。那欢迎大家光临成都 InfoComm 展，来体验更多的原展新产品与新技术。